跑酷啊。妈，你看，给丹娘买一件吧。可以啊。其实江妈妈觉得这件乌漆麻黑的根本比不上她手中这件喜庆的红色。老公，你说呢？都还行。其实正在玩手机的江潮没有在看。江妈并没发现，小麦狠狠地掐了一下江潮的腰，暗示他为自己说话。过来结账。这条命令的意思是不买黑的。红色挺好，不黑黑的我也喜欢，都买。江潮看着他深爱的两个女人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慌张，甚至忘了自己最喜欢的蓝色。老公，这和谐的画面背后，江潮只是想尽早结束战争，去逛他心爱的球鞋。5月23日晚8:30，婆婆和妈妈看他们如何搞定这甜蜜的负担。